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，贯彻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的方针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。15年来，我国的工业发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。我国自己设计、自己制造设备、自己施工的第一座车轮轮毂厂已经开始生产轮毂了。火车的车轮和轮毂过去要依靠国外进口，车轮轮毂厂的建立对我国铁道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。天津电子仪器厂坚持科学实验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。这个厂在1958年以前只能生产电烙铁、电喇叭等几种简单的电器产品，现在已经能够生产比较复杂的电子仪器。职工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，把追赶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。这个厂平均每年有6种新产品投入生产，为我国电子仪器填补了一些重要空白。电机厂建成了一条生产电机轴的自动线，现在正在进行试运转。这条自动线全长43米，由12台不同性能的机床组成。自动线上有9个机械手，代替了过去用人工传递电机轴的工作。自动线的建成是工业战线上的一项重大革新。用自动线生产电机轴，产量高，质量好，有力地促进了电机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玉江上，新建的西京水电站已经竣工。
容量为57200千瓦的第一台机组开始正式发电。这座水电站是我国自己设计、自己建造的，也是兄弟民族地区第一座大型水电站，它对壮族自治区工农业的发展将起重大作用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，奋发图强、自力更生的方针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。